矫正英文发音啊，及熟悉一词多义啊，这两个目的啊。英文发音我们先看在发 A 的部分啊，这个发音差很大啊。像 BAD 啊，它是大卷舌 ，bad， 啊，它可以是形容词啊，啊，这意思当很多了啊，坏的啦，不好的啦。很拙劣的啦，让人不高兴的啦，很不健全的都可以啦。如果你要看这个例句的话，就看我有一个频道叫基本单字篇，里面都讲透透。或者生病的，你看生病的也可以，或疼痛的啊，甚至东西啊不新鲜，食物不新鲜坏掉也可以 bad 啊，有害的不适当，但是用的很广啊，很遗憾的啊，好棒的啊。那一般人不知道它可以当啊名词啊，名词是不好的东西啊，或情形还有错误啊。像现在美国人常讲啊，我错就 my bad， 我的不好的地方是我的不对啊，我的不是 my bad 啊。或者它也可以当副词啊，坏的啊，非常的啊，所以它有三个词性啊 ，bad 啊，所以光是这个字就很复杂了。像袋子啊 ，bag 啊 ，bag。bag 啊，这些都是发大卷舌音 bag 啊，名词啊可以当袋子啊，或者提袋啊，或钱包啊，你用手提包，它有个大范围啊，差不多这个意思范围里面，可它也可以做一些变化啊，可以旅行袋也可以啊，反正都跟袋子有关的啊，或者它不是袋子，是一袋的数量啊，一袋啊。当这个从例句你们会看比较看出来，还有袋状物啊，像眼袋啊 ，eye bag 也可以啊，或者棒球的垒啊，棒球垒应该 base 啊，它这边也可以啊，或者处境啊，这些用的比较少，甚至可以丑女啊，所以越前面的、啊、越常用啊，越后面的也有人用，但少一点啊，可少并不代表它不用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外国人写文章啊。或者小说啦，或者一般的文章啊，哎，有时候这个字啊，好奇怪，我明明认识，可是怎么解释不通？啊，就在 bag 当丑女人了，你怎么会认识啊？那你说包包嘛，这弄不出来嘛啊？也可以当动词啊，装入袋子当中啊，或者烈火 bag 常常也可以说 bag， 也可以是啊，就是一袋之量啊。就说我打猎了嘛，打到什么兔子啦，打到什么东西啊，鹿啊，可以放到大袋子里面啊，一袋子量也可以啊，也可以当生锤啊 ，bag 一般是会垂下来嘛，我十寸啊 ，bag 一个十寸，收集膨胀啊，预占座位啊，就说你的座位被人家占了啊，所以这意思都很麻烦啊，所以这都是英文程度啊。但这边你不可能全部都记住啊，就是啊，你知道了就没问题啊，或者有些啊，你好像有点印象，趁这个机会啊就把它记住。那有一些你根本不认识啊，可是你觉得哎，这个字蛮有兴趣的，我这可能用到，你去记啊。那有些字你也不认识，你也觉得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能用不到，你就放在最后面啊，就至少有个印象就好。像 balance 啊，这个字意思也很多啊 ，balance。balance 啊，名词就是平衡啊 ，balance 就基本上保持平衡嘛，协调啊，和谐啊。后来引申了、啊，就结余啊，就你的户头啊，啊，剩比如说23万5千8啊，就结余剩多少钱了、啊？你把它提出来，就 balance 就零了嘛，就归零了嘛，啊，就是啊，也可以当天平啊，但是不是一般称猪肉称重的，就比较细致的啊 ，balance 啊，天平啊。是那个珠宝啦，比较精致的东西啊，还可以 balance 跟他决定权啦啊，因为当优势啊，这些都用的少一点啊，但是有人用啊，啊，动词就是保持平衡啦 啊或权衡嘛，权衡轻重嘛，或做一个比较嘛 ，balance 就是哪边重哪边轻，做个比较嘛，啊，可以相称嘛啊，可以当镇定啊，弄平了嘛，弄平衡了嘛，就保持镇定嘛。不偏不倚嘛，还可以用天平来称啊，也可以抵消嘛，周知平衡，哎，这些光是这几个字啊，这个意思就多了去啊。being
像这个 Anna 后面啊，像这个 Ben 啊，他当大卷舌，后面是 Anna 是当时鼻音嘛，但是最后嘴巴张开啊，上嘴唇下也张开，像这嘴巴也张开啊，可是鼻音特别重啊。这个是 Ben， 这个 N 是放在比较前面啊，这个就放在后面偏上方一点。如果后面是 M 的话啊，像麦当劳那个 M， 这最后嘴巴闭起来 Ben 啊，所以这个。N 就 Ben， 这个呢啊就 Ben 啊，如果是 M 就 Ben 啊，这样子有些差距啊。这个 Ben 就是名词啊，禁止啊，也可以说判决啊，赤裸公权呐 啊， 啊，也可以是禁忌啊，都反正就是不准要做什么事的意思。动词呢啊，就是可以当禁止啊、取缔啊，或者甚至逐出啊、教会啊啊这个门派啊。banana 啊，香蕉嘛，这重点是这个大卷舌念出来 banana 啊，不要念成不卷舌 banana 啊，就不对了啊。名词啊，它是这一字多义都很多意思啊，香蕉嘛，我们一般就知道香蕉了啊，其他就不知道了。可香蕉的味道啊，也可以啊，你说香蕉的味道，它不是香蕉嘛，它是味道嘛啊，也可以炒黄色，那香蕉嘛啊，不熟的时候当然是比较青绿色了。比较熟一点叫草黄色嘛，就香蕉色嘛啊。那看 banana 也可以当喜剧演员呐、啊，啊也可以当大鹰钩鼻啊，那个 banana 有点弯度嘛，要眼影深深，大鹰钩鼻。一当软脚虾，台湾台的冷咖啊，就是软脚啊，就是这个不带种啊。一当 banana 黄种人嘛啊，但他是指。比如像亚裔那种，不是一般黄种人的啊，是比较 ABC 的，就是里面是白人啊。你看林书豪嘛，他根本就美国人嘛，他因为他是在美国念书长大嘛，啊，念宪法、美国历史嘛，外表看起来黄种人啊。他国语啊，普通话一开始讲不好，现在讲的也很好了啊。他是美国人嘛啊，你说费翔，他是美国人嘛啊，他爸爸美国，妈美国，他就。就是这种 banana， 就是他心态是美国人啊，可是外表上就像黄种人啊。然后 bandage 啊，就是绷带嘛，绷带包扎用的嘛，一个动词就简单嘛，用绷带来包扎啊 ，bandage。这个 band 就是很用力，砰一声啊。你看它是词性很多啊，动词啊，砰砰作响啊，砰一声。啊，但是动词啊，或者用力去撞嘛，因为用力撞才会砰一声嘛啊。那名词就是啊，砰砰声嘛，砰一声，它是拟声字啊 ，bam 啊，猛击用力打啊。副词就砰的啊，或后来引申就突然，因为那砰一声好像有点突然嘛，突然的啊。那感叹词就 bam 啊，就是漫画里面很多嘛，漫画里面常常用这种感叹词啊。像 bank。大卷舌啊，但是它比较难，若发精致一点，就是它后面这个鼻音啊是在后面 bank 啊，你若发前面的 bank， 那但是它在后面的 bank 啊，名词啊，它本来我们一般就说银行嘛啊，就银行不管什么意思啊，可它后面很多衍生出来的意思，合集、岸边、田埂。边拨一排一排啊，这都是啊。动词呢，我们就存款银行，一般我们还不知道，只知道是名词银行嘛，可以当动词在银行存款，和银行往来啊，排成一组或一排，也可以组提防啊啊，这个做提防啊啊，这个保护啊，也可以堆积起来嘛啊，也可以是带坡度转弯，你看意思很多啊。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些后面有些好像不常用、不熟的，可是如果你有能力啊，造句啊、讲话或写文章带出来啊，用上去，那绝对对嘛，绝对这个意思、啊，不相信查资料，老外一看就知道，这英文不一般嘛。bear 啊，就是它卷舌卷一半 ，bear 就是。它就跟那个熊啊，熊的发音是一样，就是有时候两个字啊，因为两个字发音一样，有时候一个字有好几个发音啊。啊，裸露啊，就是反正变就是裸露，没有遮盖的啊，我没有穿衣服啊，这意思，裸露或裸体的，
或者像树嘛，光秃秃的，好像没有穿衣服，光秃秃的嘛，我空着嘛，这个房间啊，什么家具都没有，空着嘛。啊，又是后来又引申就变勉强的啊，啊，没有装饰或陈设的啊，它动词赤裸啊，对的，也可以当动词，这一般人不知道啊。所以一般人学英文就是一个字一个意思啊，一个字一个词性，完蛋了。然后成语也不去记啊，所以常常觉得，哎，我背很多单词了，我也常看文章，可是老师啊，卡卡这边卡卡的，就是基本功不好。你没有一字多语的观念，你没有一字多词性的观念啊，还有成语你没有再去记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都是基本功都不行啊。动词赤裸啊，就不穿衣服啊，我露出来，我透露，甚至还有做没有把握的生意啊。base 啊，就完全不解释了。base 啊，这名词啊，啊，就说地基啦、底部啊，因为它是下面的意思嘛，地基嘛。基地嘛，基础嘛，啊，它也可以当词根呐，啊，词根，还有这个常用棒球就是一垒、二垒、本垒啊，垒的垒包啊，啊，动词放在基座上，放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啊，我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啊，啊，也可以当形容词，基本的啊，你看这个 base 一般人不知道，也可以当形容词，基本的、基础的啊、基地的啊。basic 也是完全不卷舌啊，不卷舌。basic 啊，就形容词，基本的啊，基础的啊，或者初步的、起点的啊，或者也可以说起码的啊，都可以啊。名词就是基础啊啊，或基本的原理啊，基本的原则啊，或起码啊，名词嘛啊，这就不能有的啊，都是形容词，起码啊，或简性，你看 basic 也可以当简性，哎。basic 啊，这边应该放到这边来啊，简性的啊。basic 就是篮子啊 ，basket， 但是这个也我会放在后面再讲，这边还没有讲到，但是这边先提一下，它带耳铃，不是 basket 啊，不是 basket， 它是 basket 啊，带耳铃 basket。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华人啊，这个 A 啊，三种发音分不清楚，然后这个 E 跟 E 啊，带额的这两个啊，上面E 是一个点啊，这个没有点啊，这个、都分不出来，所以六组啊，六组大家都分不太出来，所以一般的华人的发音啊就是搞不清楚怎么发、啊、乱发一通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多看美剧吗？多听西洋歌曲是没错，那一定有进步。可是问题它没有办法全部包括啊。你听到这首歌啊，那些字你发的蛮准的啊，或看美剧学到一点，可是你没学到怎么办啊？这最好方式还是系统性的、地毯式的。所以这方面看我那个有一个美语发音并不难啊，里面把所有的常用的单字啊、发音都讲了，这种最保险嘛。可以，它就名词啊，篮子啊，一篮之量啊，球篮呐 啊，得分呐 啊，还有吊篮呐、啊，还有甚至可以当一组问题啊，这都是 bat 啊，名词是球棒或球拍，一般是以球棒为主吧，应该是短棍，也可以是用棒子嘛，就用力去打嘛，啊，也可以当狂欢。你的啊，还有可以当蝙蝠啊，你看 bat 这蝙蝠倒不难，很多人知道。那动词你看，用球棒去打啊，挥打啊，轮到你打击了，我打击率多少，成功率是多少，还有甚至可以详细讨论，啊、还有眨眼啊，眨巴眼，你看这些东西好复杂。base 啊，完全不卷舌，这是啊，就是。舌头抵住啊，上颚啊，背动词啊，就是进入啊，就反正背就是用水去浸湿的意思啊，进入啊或浸洗啊，啊可以洗澡，因为泼水嘛啊，洗澡。一个做日光浴，这是衍生出来的嘛，日光浴并没有水分嘛，那太阳嘛，它就比喻好像太阳就像水一样嘛，这是比喻的用法，还可以游泳。一个是弄湿啊啊，这些东西啊 ，battery，
battery 啊，就电池嘛，这个字不难，可是后面一般就不知道了啊，可以当炮台啊 ，battery 还可以当炮台，还可以当炮兵连啊，这种小说他用 battery， 你说电池 啊，不是讲电池，啊，讲炮兵连，那怎么办？一套或一系列 battery， 像以前电池啊，就一组一组啊，连续串起来，所以比如这个意思。还有，你看电池跟殴打啊，打人家有什么关系吗？还可以当殴打。也可以当投手或捕手，当投手是 pitcher， 捕手是 catcher， 但是呢，投手加捕，投捕嘛，我们讲投捕嘛，投捕默契嘛，投捕之间嘛，两个加起来叫 battle， 就一连串嘛 ，battle，battle 啊，这个惊叹号就 l 翻译在后面啊，就是用这个啊 ，battle， 这半母音啊，翻译在后面，偏上一点地方 battle。所以英文讲得好，那个舌头很累啊，一下在啊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下卷舌一下不卷舌啊，所以这个很累啊。所以像日本人学英文就很累，日本人比较不卷舌啊，就很累啊。像那个台湾啊，这个是闽南人啊，学英文很累啊，因为闽南语比较不卷舌啊，就很累啊。就是名词啊，战斗或者争斗啊，动词作战或者斗争啊。啊，bay这个意思也蛮多啊，完全不卷舌 ，bay，bay，bay 啊，就海湾，一般叫海湾嘛。那海湾就是陆地跟海洋隔起来嘛，可以当隔间嘛。还有很特殊一个红色、红棕色或枣红色的马 ，bay 也可以当狗叫声啊，狗叫声应该 bark，b-a-r-k 嘛，可这个也可以当啊，你看还可以当绝技嘛。好像到海湾啦，啊，会被淹死啦，啊，也有绝境的意思啊。动词就是狗在叫啊，或者人啊咆哮大叫，可以用 bay 啊。bear 啊 ，bear 一般我们就叫熊嘛，可是它意思好多啊，你看这意思多得不得了啊。我们只知道名词是熊嘛，可是你看动词支持、承受什么重量、运送啊、用力推或挤、忍受、忍耐啊、容许。拥有、怀有某种希望啊啊，然后还有那个树啊啊开花啊，开花结果啊，开花跟结果当两回事嘛，结果就结水果嘛，还有产生啊，产生一些东西，产生作物啊，做庄稼产生作物啊，还有生利息，还有值得啊，做空头，你看还有放空嘛，啊就是啊放空嘛，啊就做股票嘛。就是用那个低的价钱啊去买放空啊，这当一下解释不清楚啊，做多做空啊，其中做空啊就做这个啊，就是预期价格下跌啊，你就去跟他融券啊，先用价格低涨到回补啊，回补你只要补比较少的钱嘛，做空啊，也可以当形容词被卖空的，行情下跌的，这一般人就不知道。bad 床铺嘛，我们就 bad 床铺很简单，但是它发音就卷舌卷一半啊。你念到不卷舌 bad 就不对，你念到大卷舌蝴蝶音 bad 就听人家会听成 bad 嘛，啊卷一半 bad 啊，所以这个卷一半比较难发啊，发音比较困难一点。就床铺嘛，啊床铺就引申睡眠的地方嘛，啊就引申出来就寝的时间嘛 ，go to bed 啊，不是说也是上床了，啊，就睡觉了啊。或睡觉时间了啊，睡觉啊，也可以当花圃嘛，花圃好像苗圃，好像一个床铺一样嘛，铺在下面叫苗圃，花圃也可以当地层啊。那动词你看 bed 也可以当那种提供床铺嘛，啊，提供床铺后来引申成安置在哪里啊，睡觉啊，植栽于苗圃啊，哎 bed 我们说那个发生性关系嘛，啊，当然也可以用名词 go to bed 也可以嘛，或 bed with someone 啊。也可以当发生性关系嘛，上床嘛 ，bag 啊，也是卷一半 bag 啊，就是这个就简单一点，这个动词乞讨、请求啊，但是另外一个这个就很特殊啊，假定这个事情是对的啊，这个就很少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就用的也确实少一点啊，但是就会用，什么用呢？写那个剧本的人。报社记者啊，文字工作者，这些人都对文字功力比较高嘛，比较敏感嘛，他就会弄些稀奇古怪的啊。所以我们说看那个美剧啊，或美国电影，哎，有些字好奇怪，他意思怎么这里就是那些
啊，那演员根本也不知道嘛，演员都是背剧本嘛，就写剧本的，啊，他就给你掉个书袋，表示哦，那我就不一样哦，很多字我就知道，这叫程度啊。所以英文程度不是说你讲得快，发音标准，那是基本功，那不值钱嘛，啊，那没什么东西。啊，外国人重视是这个，因为你跟外国人说，我发音很标准，外国人神经病啊，我们外国人谁不标准？你说，哎，我在华人里面我发音很标准，你到美国去，那算什么东西啊？你再准有我准吗？啊，你说我讲得很快，我跟外国人说，你有讲得快吗？所以比不过人家嘛，可是程度你可以比他好啊。所以我常常碰到不熟的外国人，就故意吓他啊，就算我讲得比他慢，就算我发音没有他准，但是他很佩服我。因为有些字他就不会啊，那我就用出来。他说：“哎呦，你是不是用错啊？”哎，就他一查或者问人家，讲对啊，用得很对啊。他说：“哎呦，你程度居然……”所以很多外国人说我英文程度比他好，但是只说我英文标准啊，或者讲的也蛮流利啊。可是他不会说啊，你比我更标准啊，这有点矫情嘛，有点矫情啊。但他就心悦诚服，你确实程度比我好啊。Belt 啊，这是。我们讲带子腰带嘛 ，belt 啊，检测就买 belt 啊，腰带嘛、皮带嘛这些，或者引申的带状物嘛，啊、环状地带嘛，我们讲环状地带嘛，或传送输送带嘛、传送带嘛、子弹带嘛，就像皮带一样嘛，还要当地区啊，啊，甚至还可以当海峡啊，海峡有时候像一个带子一样啊，所以很多字都引申出来嘛。啊，它也可以当动词，用皮带去抽打，用鞭子抽你，用皮带抽你，啊，在中国大陆很喜欢，你欠抽啊，你欠抽啊，啊，其实这种话都少讲了，这都是不文明啊，不礼貌的话，啊，你就可以说啊，你做错事啊，你还会被处罚，就类似这种话讲，你不要讲了，你欠抽啊，啊，台湾更糟糕，你欠干啊，啊，这很没水准的话啊，或者用皮带捆住啊，或者用力去打。或者痛骂啊，即使啊，他是用皮带抽啊，他引申出来啊。bench 这个字意思也是很多啊 ，bench 啊，角色就一本 bench， 一般我们就讲长板凳嘛，长的凳子嘛，长的椅子嘛啊，然后引申出来可以法官的席位啊，以前法官坐长凳嘛，像那个以前的啊，啊，现在都是一张一张位置嘛，可以当法官，因为法官坐的位置嘛，有法官啊，这个哎，这个多了啊，然后也可以当席位啊，这议会嘛，国会议员嘛。像一般下都一张一张桌子，一张一张椅子嘛。可是英国还是啊，英国你看它绿色的，还是做绿色的，都是一个长凳啊，一堆坐坐在那边啊。所以英国的国会看起来很简陋啊。也可以当替补队员席嘛。你看 NBA 篮球队嘛，你看替补球员就坐一个像长板凳一样坐在那边嘛，然后有时候要换上去嘛，有时候下来替补队员的席位啊，也可以当长工作台。啊，动词就放，把长凳放出来啊，或给什么席位啊，或者把场上球员换下来的变啊，就你下来啊，你打不好啊，或者你累了休息啊，换下来啊，到替补那边坐一下啊，待会再换你上来。Bend 啊，也是卷一半啊 ，bend 啊，就是弯曲嘛，动词嘛，啊，使弯曲嘛，低垂嘛，或者致力于嘛，或者屈服嘛，啊，朝向嘛，篡改，跟着。意思好多啊，啊，便捷，啊，英国比较常用啊，比较常变的就是啊，便捷啊，啊，这个人啊，投降敌军了啊，便捷，名词叫弯曲啊，或者转弯的地方啊，变了，行李嘛，行李就转，身体要弯嘛，弯腰嘛，啊，便捷啊，投降了啊，或倾向，啊，这都是好多啊，意思好多啊，讯息量太大了 ，best 啊，就是一般我们讲形容词最好的吗？我最熟练的吗？道德最高的、啊、最适当的、啊、最有效的、主要的，你看这个，反正都是很好的，都是正面的意思啊。啊，它的词性有四个副词：最好的啊、最适当的啊、会非常怎么样的。名词叫最好、最好的人或事或物啊。best 也可以当盛装啊，穿很漂亮的衣服。你看这个谁知道这个意思啊？啊，最佳状况。啊，那 best 也可以当动词啊，打败或者欺骗。这两个意思就不一样，所以这意思就复杂不得了，所以没关系，你也不用强记啊，记得住就记得住啊，记不住不要勉强啊，一回生二回熟啊，最好是多看几次，产生印象，越来越熟，自然就记清楚，这最好。强记啊，没有好果子吃啊，很累，效率也差。bad 啊，这个角色就一般 bad， 一般打赌嘛，可它也可以当动词打赌，也可以当名词打赌啊。
都是打赌啊，啊打赌，我认为会赢才打赌，没有人说我认为输再去打赌嘛，就断定，我相信啊，确定、嗯、啊，就那名字叫打赌啊，也可以引申出来赌金啊，或赌注嘛，啊或者意见嘛，啊我打赌一定我认为我会赢嘛，或赌一个球队我有什么意见嘛，猜测。啊，我猜嘛，打赌你也没有百分之百会赢嘛，就我猜测我会赢嘛，我对策或办法，啊，所以这些都是啊信息量很大。我们最后再把音念一遍 ，bad， bad， bag， bag， balance， balance， ban， ban， banana。Banana, bandage, bandage, ban, ban, bank, bank, bear, bear, base, base, basic, basic, basket, basket.Bat, bat, bathe, bathe, battery, battery. 好，这边再提一下，这边漏了一个啊，像这个 bath 是动词嘛，如果洗澡啊 ，bath 它就不是这个不卷，它就念 bath。啊 ，bath 就连大卷舌 ，bath， 啊，动词呢多一个 e 后的就不卷舌 ，bath 啊，所以你看 ，bath 是 bath，bath 也是 bath 啊，两个都差很多，所以我那边漏掉一个啊 ，battle，battle，bay，bay，bear，bear，bed。Bed, bag, bag, belt, belt, bench, bench, bend, bend, best, best, bet, bet.啊，因为 KK 音标不分长短音啊，其实也不需要分啦、啊，因为你讲话很快嘛，或者念文章很快嘛，你说每个字还要去啊，除了稀里糊涂就念过去了，你还要说这个音啊，啊这个字里面的这个母音长短音呢，没那个功夫嘛，啊，但是虽然不分长短音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念重一点，你要强调啊，强调的时候你就会念重一点嘛，念重一点就会念慢一点嘛，啊。那你如果稀里糊涂，所以同样一个母音啊，有时候你感觉上像长音，有时候感觉上短音，就你强调的时候你就念慢一点啊，感觉上就长一点，有时候你不想强调啊，它就过去了啊，就感觉上短一点啊。那最后就是啊，欢迎小额的内啊赞助啊，多订阅几个 YouTube 频道啊，欢迎留言啊，还有参考的教学网站啊，这集讲这里。